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r. Joe， 新年要到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恭祝大家在这新的一年新春快乐，平安喜乐，恭喜发财。大家好，祝大家在这辛丑年里健康快乐，同学们就学业进步，老师们就步步高升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，在此我祝大家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瑶，今年的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关信。今年的新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，但无论如何，牛年的到来，我将最深的祝福、最美的盼望献给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、平安喜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新年快到了，老师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健健康康的，一切顺顺利利。好，大家好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、健康喜乐。疫情当下，祝贺大家吉星高照，身体健康。我更希望牛年的到来，牛气旺旺，把新冠肺炎都赶走。新年快乐！